来，这是蔬菜群英会。什么？就是蔬菜会的别称。哦。哎，不过啊，这可是我家的独家秘方，既保留了蔬菜的鲜香，又富含维生素多种营养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吃到流泪？西燕楼的秘方果然不错。对啊，我就和我妈说西燕楼的外卖就是这道秘。